陈老师，哎，来了，陈老师，给我补个妆。您需要什么样的妆呢？就是那种眼睛被打了一个眼泡之后那种被纸的那种感觉。啊，懂了。啊啊啊！陈老师，你看觉得怎么样？我要是觉得颜色浅，我再给您来一下。啊，老公，我现在愁死了，明天要参加比赛。啥比赛？公司组织的员工演讲比赛呗。明天就去啊？对呀，明天就去，第二天就比。哎，我这从小到大都没上过台，我这焦虑，我不会说话呀。哎呀，没有事儿啊，老婆，你要记住一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上台不紧张的秘诀吗？不是，那个你明天去酒店，走的时候把那个一次性牙刷拿回来啊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个？那怎么了？上回告诉你，你就没拿回来。